啊，来我爸猜还在弄喽，没有，我还没啥，我在弄聚餐的东西。开了，开了，开了，六，谁在六啊？开开开，哈，六吗？我忘看一记了，下，我在二，我在六，我在六，我在三，我在三，我在哦，六，还好哈，分开分四我在三，二，我在分二，散分散分散，你在哎，喊什么数字啊？6666，你，老马数字。我们的抽奖号码，抽奖号抽奖码，没错。大家都下一期抽奖号码。怎么你没有抽吗？你居然没抽？抽奖。对啊，米片没抽吗？抽了吗？抽了吗？抽奖。对啊，你没有抽奖吗？啊！哇，那惨了，你没机会了。可惜，可惜，可惜啊！大奖这么好，你竟然没有参加，可惜。没有，我们在抽那个学霸啊。我以为是抽摩托车钥匙呢。哦，别说了，之前抽摩托车钥匙抽到一只金星。哎，你这样很快耶！说你之前常挂在包包上面是吗？挂包包。嗯，不好听。叭叭叭叭叭。哎，我以为今天会换人的说。说那个，再下去一个，再下一个，不要他哎，他很奇怪。僕は神です。可以可以两个一起啊，两个一起。他也很奇怪，我是他的 ID 我都忘了，他是谁啊？谁啊？忘记最好。没关系，我帮你。还有哇哇，还有超会跑，这么会厉害，超级会跑，装作什么都没发生。今天居然有米菲啊！大魔王来了。真的是大魔王啊！你要建筑炸弹叫大魔王啊！啊，今天米菲那一队跟一拳绑定一起，然后多一个人五打六。好，但是他们的队友我相信也会非常的辛苦了。不会不会，我保护他们的。嗯，听到没，他的队友们，小心了，小心了，小心了，那我们就不要有间谍了。好，等一下，米菲当间谍，他就说：“哎，我这边怎么多一行字？他那个是什么意思？”他说：“我是间谍，间谍，请小心不要被发现。”我要干嘛？关键二零要写啊！你是间谍，小心不要说出来。对啊，没有，他是直接读有没有？你是间谍，间谍，小心不要被发现。啊，糟糕！哎，我继续。嗯，那我们就平原简单一点。好，好，简单一点。米菲，你的，你的队友们加油！队友们加油！等一下，我先看队友是谁。随机分队。等一下，我还没进去，我还没进去，等一下啦！哎，没有没有，一元一可以再等下重分的。等下要重分，刚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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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的麦块那个记录被之前被我弄掉了。我再重新弄。哦，很快就觉得少了一位。喂，哈哈喂，是吧？比位啊。所以他今年有玩了吗？玩哦，我还没下载。我有没有想要下载？忘了下载。该玩了吧？可是那个，我觉得那个衣服不行啊。他就是因为衣服吗？就是因为衣服才要那个玩的，不是？对啊，没有谁要玩的，不是为了要凑那个时装吗？就是为了要凑那个时装啊，不然嘞。对啊，你不是为了衣服去啊？我才不是嘞。对啊，我一直以为你是为了衣服去。哦哦哦哦哦，可以啊，可以为了一下。现在是1:13了，我又开错了。1:13.2。点二。没有啊，他就看你下载了。啊？我看你进来啦。为什么一拳你看到他就进来？哇，一拳他不在这边吗？我觉得这样不行哦，这样我觉得太过分了。哇，哎，一拳什么时候也会这样的？哇塞，谁教的啊？哇塞，这个人是要多一个敌人呢？说他来了，一拳就这样子。哎，不是我放的哦，是那个天上飞的放的。哇，天上飞的放的，所以你是说谁？他直接掉下来了，这个飞是很专业的。我觉得树立那么多敌人实在不太行。然后他自己用文同伴来了来了来了，聊天室抓不到、啊，算了，不要有聊天室。哎，是两格高的哈基？怎么？刚刚？
两格高，这边是三格高的，对啊，就呱呱顶箱子一样，还卡五格。哎，以前做的哦，以前做的、哦。哎、欸，为什么？不是我做的。做啊！受到制裁了。那就随机分队。随意。我要听。随。哇！哦。哇！哇！你的愿望成真了呢。成真了。打中，打你还打我。哇！一次就喷好，为什么？跟这个菜比巴一对。嗯，我们好好加油。看一下几分啊？哇！平均6000分，六起来。好，好，好。下去喽。耶！我不要倒。对啊。拉他。娘娘请下来，米菲娘娘。娘娘是谁？我是大魔王。米菲大魔王准备好了吗？怕爆。如果你当国王，该不会是米菲是国王吧？哦哟，又是繁星，还好有繁星你啊。你不能偷跑。我把气场给吸走了，还好。国王老样子。日常玩，好久没玩皮皮了。相信我了，我相信你，我相信你，我相信你。先偷巧克力。哎，米菲，没有。米菲要。再来，首先是先挖矿。对对，往下挖，米菲往下挖。跟着小雨姐姐走，跟着小雨走这一条。我今天跟着小姐姐。小雨姐姐，我沉默的我。跟着小姐姐。通常挖到40个，我们就会停了。你也可以往上挖，或者往下挖。哎，哇，是上面下显示两个国王血量啊。哦，对啊。上上版就有了，对，改了。可是那个其实好像有一个 bug， 忘了跟恶灵讲，就是国王死掉之后，他血还是会有一半。哎、欸，这是没恶灵吗？恶灵在对面啊。哦、嗯、哦，哦，在对面。刚一直没讲话、嗯，不在我们这。米菲，你看头上这个铁把挖掉，就会得到一块钱。哦，我可以挖吗？对，你可以挖，以用石膏挖它。好，你这边有3块铁。因为我现在在流眼泪。把它挖掉，你按 tab 就会发现你旁边的数字越来越多。我这样的队友会让你很想哭。对，然后我们到城市了，就可以跟着小雨在这一层刨地。又到地上，这个是黄金，要升级到铁镐才可以挖，10元就可以换铁镐了。有，刚刚都有跟他讲，刚刚都有跟他讲。下去会死掉吗？当然会死，当然会啊。因为我也10块，我也10块。黄金，黄金，交给你。我来了，我来了。我相信你的运。我们需要黄金。有，你等下直接下来。OK。拜托，直接就摔下去啦！好像不够哎、欸，20，哎、欸，好像可以哦、喔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刚好刚好，好刚好两条路刚刚好，突然刚换的，所以这边还有一块铁，好，哎，然后啊，你等一下要换个镐子才能挖金矿，你就是10块钱铁镐升级，一拳铁挖，好，哎呦，这一定比他快。对啊，他刚开始挖到黄金了。哦，后面有铁，有点疼。哦呦，哇，哦呦，那你们小心哦，所以他等一下就直接气扑扑的冲来我们家。所以我也可以冲去人家家吗？可以。前面10分钟不会被攻击。对，你想死就尽管冲。不会被攻击什么意思？前面10分钟，前分钟打不到人。前10分钟。前10分钟安全模式，好不好？让大家可以弄，别这么凶，好不好？蔡北北就是直接冲过来把你全部打爆，怕爆了。玩过歼灭工程弹吗？有啊，跟那个不一样。Yeah， 他前10分钟也是爆。哎，前分钟只能乱了，也只能乱。我上面有飞机耶！垫脚石不够，晚一点就回家。你等下可以开飞机啊！不用教主，你卖你10块钱了哈。哪里10块？小雨，我以为你会补刀，你上来，上来家里。我现在换镐嘛。上来了吗？我补的下面还有黄金。好，来教你怎么换镐。走进来吗？你在哪里？我在这里。哎，村民很多，村民的。看我这边。对，这里。嗯，这边这个黑色框框点它就可以换镐，按住 Shift 然后点镐子。按住 Shift， 然后点。没关系。
升级台点开来右键有没有？里面的稿子右上角。快快快快快！对对对对，哇，你做到了，你好棒哦！这是实稿哎，怎么了？啊，没有你铁稿吗？你按去我的铁稿吧。你没换到，你没换到，再一次，打开来，右键打开来。右上角的他来了，他来了，按住 shift 键。我刚挖掉了。有有有，你换到了，你换到了。哦、消失诅咒、欸，接下来你都会了哈。消失诅咒会很威，是啊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是蛮威的。威耶！威耶！他来了。有种打门看不到我，是不是？好像在楼下哦。都看得到，继续换钱，不继续挖钱，懂了吗，米菲？好，这条是继续挖，我们要赚大钱。努力先二楼，再来要一百五。吓死我！又突然跑过来，我也看到那里有东西，然后有人过去，很怕。嗯，可能把我的金砖挖走了。什么？你怎么给他金砖？你是间谍？他的稿子比我快。这下面这条是干嘛？赶快先升级啊，小玉！我要去。为什么要补人家的矿啊？洞啊？啊？你看，就是中间没挖到，就升机器了。完了，我要。更下去，更深入一点，再深入一点，再深入一点。帮我挖这个铁，我不想挖。我们头上补起来。等一下，他一挖，黄金也来，全部都挖走。我就挖他脚下。你搞又没有他快。老夫。我这突然开始挖地板的啊！那你也过去对方家挖地板就可以了。好啊。对方可是西瓜国王哎。你先把这个铁挖走。王国之战，王国之战应该要统计，繁星国王比较多还是西瓜国王多？好像我比较多哎、欸。一开始是西瓜国，对啊，然后后来最近都是繁星国王了。嗯，再换一个。最近至少四五国崛起国王了。啊，还要看有没有那个卫冕成功次数。卫冕成功次数你超多。不是啊，米菲，你不要天主大人发作，这边也发作啊。挖挖挖东西可以那么开心，在干嘛？好多钱，在赚钱，好开心。你才20块，黑个屁啊！我的钱又被挖走了。嗯，哇，你还要死搞吗？对啊，我帮你挡住他。我要去对面玩玩看。就挖离开他，不要跟他在同一个地方挖。米菲，你的稿也会比他慢啊！你是铁稿哎、欸，他是黑曜石稿，不是我就把它关起来。哎、欸，我把对面的东西都拿过来了。哦，我们家的都忘了。有，我也拿了，我也拿了。我们有升级保险库吗？还没，还没。那我先放普通箱子里。你为何不先带在身上？惯例、啊。可是我等一下要过去对面那边玩。遇到队友再给他就好了。有队友吗？没，没有。等一下，有遇到就好了。你有没有听懂人话？你看这两个人，这两个人真的是人话。加一不会等于二，一个只会嘿嘿嘿。嘿嘿嘿，这是什么神奇的洞？哇、哦，这里有好神秘的地方哦。哇，哎、欸，我挖了。一堆铁全部都没有黄金呢、欸。我也是，我在你附近。我现在还没看过黄金哎、欸，怪怪的。这是谁在塞？我从70块挖到100块，全部都只有铁而已。太惨了。你也是蛮会挖的啊。全部都是铁，跟那个奴隶赚来的。至少你很会铲铁啊。没有用啊。哎、欸，团团来了，团团来了。团团，你来有没有黄金？也没有。更下面一层的团团也知道了。假的，没关系，我在你跟29层的，我在中间。我现在在看团团可不可以挖出好东西。我这都没有看到。10分钟吗？团团，我看到10分钟，没有啊。加油！你看他旁边有计分板，有时间，600秒就开战。给你。哦。哎、欸。哎、欸，我终于看到黄金了。对，他来了。哦，没关系，我挖完了，拜拜。哇，你们这个直直上来，全部都是自己队友啊！哎、欸，加油！那个500秒喽，
可以去换稿子。嗯，米菲那个